嘿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柚子杀神 Cookie，欢迎来到 UR Studio。今天又要再录一点 Minecraft 的东西，然后今天要录的是什么呢？今天要录的是复制钻石的 bug。是的，这个复制钻石的 bug 啊，它只能用在单人游戏的样子，然后1.2版好像已经被改掉了，所以它只是用在1.1